你是离开我是未来、经历经验则坏心也猛然好了家你不在，在寂寞好等机构，我脚印飞走，半去半回的天空，想飞完下一刻，我冷得发抖，我拉紧领口，没法将我两个时空不连贯。登机门口，我何去何从？半年半望的时候，犹如在没有心就忍得多久？能说我好了？在寂寞好等机构，我脚印悲愁，半梦半醒握着手，腾飞的并不是我乐在心中，我知道这后就身不容，两个时空并行着，登机门口，我何去何从？半年半望的时候，犹如在没有心就忍得多久，能说